起来的卡有电没电差很多。写出适合具体的尺寸。气垫它很便宜的，变气垫鞋，它可以吸震减压。好像乒乓球。你这就细胶才像小朋友在吃的奶嘴。哦，食品级的细胶，不会沾菌，不会生菌。哦，只要靠近 NC 竹炭。哦，竹炭。比这好也吸湿排汗，就是。它有红外线来设计内部面的，对吧？独立桶的设计，也好难透气。独立桶就是上面密密麻麻一这个一百多颗的独立桶。哦哦，就跟弹簧床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再往下压，它真的是没问哦。气垫盖给它放上去，再试一次，试一次，出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。哇哇，好透气哦。清洗清水它就可以清洁，自己穿自己洗哦。再拿一个菜瓜布，女生的话哦，它可以从20.5到25.5，男生是25.5到30。鞋子包括球鞋、皮鞋，全部升级成一个什么知道吗？气垫鞋。